贴春联儿、贴窗花、挂灯笼，这里的过年很传统。逛大集、办年货，这里过年很热闹。错生鱼、粘豆包、包饺子、炖大鱼，这里过年很美味。让我们走进茶干湖，体验这里特别的年味。过年过大年，我们一起云聚中国年。我现在是在吉林省松原市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茶干湖渔场。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位于吉林省西北部的松原市境内，这里有一颗镶嵌在黑土地上的耀眼明珠，它就是中国十大淡水湖之一的茶干湖。茶干湖蒙语的意思就是白色圣洁的湖。冬天的茶干湖虽说是一片白茫茫的冰封大地，但这里却有着别样的热闹。茶干湖正是因为冬捕而声名远播，这里的冬天有呼啸的北风，同样又有着热烈的丰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的孙莹。一会儿啊，我就要带着大家去看看我们当地渔民啊是怎么过年的。来，走走。更熟是这家，对，是全是花花草草。对，傅大哥、孙大姐在家吗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！打扰了，打扰了。您好，您好，给您忙活了啊！行了，行了，好好好好，行好，行行。我真的，一进你们家小院，特别羡慕，又整洁哈，又舒服，然后看着特别有那个过年的氛围。哎呀，你们这冬天来，得你们夏天来。那园子里头，各式各样的蔬菜，我们农村都不用买，我们自己家园子种的，也没有化肥，也没有农药。这是过年了，就大家才休息是吧？对，就青灯毛灯了。啊！哎，我家这个老头子冬的时候就闲不着，冬的时候打大网，就冬捕，茶干湖冬捕大网。啊！那打十多年了，二十来年了，搁了咱们那脸，那胡子长的都上霜了都。啊，是吧？真是不容易啊！不容易，他乐捅不这玩意儿啊。傅大哥一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茶干湖，他从18岁开始就春天种地，秋收后到湖面上做渔工干冬捕，已经和鱼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。哎，老伴儿，别忘了给饺子煮了，多穿点。冬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。每天天不亮，傅大哥就出门了，要在-20几度的冰面上工作一整天。虽然在天寒地冻的冰面上劳作很辛苦，但看到冰湖腾鱼的丰收，傅大哥还是很开心的。如今傅大哥年纪大了，儿女和老伴儿都不想让他再参加冬捕了，但是一到冬天大哥就闲不住，他说冬捕已经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了，他要一直干到自己干不动了为止。
你们两口子呢？啊，我们冬天没啥事就做点手工，夏天经营土特产超市，这手工都是我们纯手工自己制作的。啊，你会做手工是吗？哦，我送你们每人一个鱼皮画。鱼皮画啊？对。哦，这个真精致啊。对，这个鱼皮吧，寓意着红色的，寓意鸿运当头，好事连连，福鱼送福。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这是非遗的一个项目是吧？对，手工这么精巧，哎，可不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鱼皮画怎么做的呀？这大过年的也让观众们看看，见识见识您的手艺。可以。这真的是鱼皮啊，这闻一闻，这个上面还有那个鱼腥味儿呢。这个是什么鱼的鱼皮都能做吗？都能做，但是这个是做出来，这个是胖头鱼做的。胖头鱼的鱼皮更好是吧？对，它不是说更好，因为它做出来效果特别好。胖头的它属于小纹路，小纹路表现出来就是特别漂亮。那这个鱼皮是那个先要进行一个熟制。对，一般都选用10斤左右的鱼皮，因为10斤的左右的鱼皮这个厚度咱们做出来效果特别好。那第一步您都怎么做呢？第一步咱们要在鱼皮的后面绘制一个底板图。比如说我做小鱼儿，然后把那个底板画出来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进行分解鱼头。然后鱼鳍的部分做出来就是这个。这个非常可爱。小鱼。那这个有颜色的地方是染色的是吧？对，看这是染的颜色哈。咱们根据需要要进行染色，比如说过年了嘛，都涂红色喜庆，做个小红鱼了。这还有一个鱼鳞呢。对，鱼鳞这还有一块鱼鳞呢，鱼鳞都在上面。对。那这个染色是用什么染上去呢？什么？就是那种用植物染料。放在锅里煮吗？不用不用。煮一煮就熟了，成鱼皮冻了。你剪的时候有什么讲究什么吗？需要配色呀，比如说根据它那个过渡色，然后进行一下配色。画的时候就得注意了吧？对对，画的时候看着画着鱼头，尽量挑这种深颜色的部分。对，所以它的魅力就在这儿呢。你看这两条鱼哈，就是一个就偏黄一点，一个就偏白一点，就没有两条鱼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哈。对，这天然的东西就是这种，对，就是独一无二。一张熟制好的鱼皮在立春的手里上下翻飞，剪好的造型还要用针缝线勾边，勾勒出立体效果。您这个就是不是春节的时候这个订货量特别大呀？对呀，特别是过年的时候，就小鱼儿，你看这个都是快过年了，它有寓意好哈，对，年年有余。这是小老虎。对，还有小老虎。虎年呀，这是虎年大吉呀，年年有余啊，这是小老虎的一个吊坠哈。然后咱们在背面抹一些抹胶水涂均匀。那这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样一幅画。怎么样，这一幅画？这叫年年有余。这个叫福鱼送福。那我这个就叫虎虎生威。
啊，这好酥啊，这个杏瓜籽儿好小啊。这是老大，这老二，这老三。别看这老三这个瓜籽儿小，这里头这仁儿饱满啊。我们看看这个葵花籽儿哈，就这么小小的一个，这个这看起来可能吃起来可挺费劲吧，得感觉到嘴里就快找不着的感觉。快过年了，快过年了是吧？哎，你这叮当当的，这就是收钱了是吧？噔噔噔噔，8.5块钱的。我天哪，我现在哈就是感觉到在这个集市里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冻的呀，邦邦的硬啊。您看这个啊，这是什么？您能猜出来吗？我翻过来估计您就看出来了哈，这个是冻的桃子，还有这个啊，这个是鱼，这小鱼啊，这就都成鱼棍了。不好看哈，冻得邦邦硬，这我可不敢啃。据说有人很喜欢吃这种冻的大柿子。要冻柿子咋样才吃啊？他说要这个色深的，这个就甜；这个色浅的就不甜。完而且还是这样的，他们那时候套这样的时候。大冻梨，大冻梨呀！北京大冻梨，北京大冻梨，我这必不可少的。冻梨是个儿越大越甜。生意怎么样？生意还可以，快过年了。买都买啥了？这不买了3只鸡吗？买两个鸭子吗？3只鸡，2个鸭子。对呀、啊，过年了，还买了4个猪蹄子。哎，这个花椒面好哎，这是现磨的是吧？哎，看，咱们给那个超市买的花椒面吃的，放心，有味儿，就是自而来的那个花椒香哈。那咱买点这个不？买点吧，过年炒菜不香呗。你们咋卖的猪蹄呢？小罐10块钱，大罐20。啊，小罐是多少啊？芝麻现加的，小罐是8两，大罐是1斤6两。哦，1斤6两，20。对对对。纯芝麻现加，炒的加，都是新炒的芝麻。啊，真香啊，这味儿哈！芝麻必须得新炒的，不新炒的加不出来，加不出来。真看出来啥不动？来，快，来，好啊！走啊，咱大江走。好快！这里。好香啊！这是烤肠，这是什么呀？石蛋，什么蛋？石蛋是鸡蛋吗？对，就鸡蛋摇混了，那么的。哦，对，这就是鸡蛋摇混了那个蛋。哦，这就把鸡蛋清和蛋黄摇匀了，最后然后做成的这种叫石蛋是吧？对对对。蛋清和蛋白都已经混到一起了，变成了淡淡的黄色。嗯，烤出来之后是那个鸡蛋的香味儿。这很像肉啊，这吃好吃。嗯，哎，这大大冷的天吃点小烧烤，真暖和啊。咱这个鱼怎么吃啊？这个鱼生吃，生吃。对对。哦，这个鱼要生吃啊？对。做生鱼前最重要的工序就是扒鱼皮，鱼皮是立春做鱼皮画的重要原料。每次扒鱼皮，全家人都是齐心协力，小心翼翼。金太祖完颜阿骨打。圣代狂言使臣因为喝醉了酒，有点醉醺醺的，御厨就拿这个鱼肉和醋做了一道凉拌菜，吃完之后赞不绝口，我们这儿就有了这道菜错生鱼。哇，太棒了。错生鱼是茶干湖年夜饭餐桌上必有的一道菜，虽然家家用的配料不尽相同，但必须的一道佐料就是九度的白醋。就是必须得用这种九度的白醋。对对对，必须得用的白醋。它其实这个醋酸就让这个鱼肉，对，就把这鱼肉拿熟了。那它就其实它不能算是纯生的鱼片了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啊，就
就菌啥的全都拿出去了。哦，要不这不是生的吗？不是咱们煮熟的吗？哦，用这个醋就把它拿熟了。哦，这个鱼片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得出来，它已经跟那个生的那个状态不太一样了。这就不色不一样了，是吧？对，颜色不一样了，但是有点变熟的那个味了，是吧？是有点发白了哈。嗯，然后我们再加上佐料。加佐料啊，对。青菜。对，青菜。绿芥末。嗯，放点辣椒油，这就好了，这道菜就完成了。哦，这就完成了。哎，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鱼得选择好的，新鲜的。用白醋腌制切好的生鱼，再加上其他佐料，就是美味的醋生鱼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做年夜饭里最重要的一道菜，那就是铁锅炖胖头鱼。您这个炖鱼有什么秘诀吗？啊，就是炖鱼先搁上油，油烧开了搁那个大料、姜，然后还有农村下的大酱，镇定地下的大酱啊。对对对。嗯，对，这就下鱼了。一下锅了，就尝个糊，这个鱼你必须搁大酱炖，它又一个味儿。啊。最重要的就是搁大酱。搁点椒椒，搁点香菜，这鱼它就这个腥就没有那么腥了啊，就是这个清的味儿了。茶干湖物产丰富，鱼类品种繁多，这里居民的餐桌上自然少不了各色湖鲜，过年更是不能例外。品湖鲜是这里过年的重头戏，酱炖胖头鱼是家家户户年夜饭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。有的人家还会做上一桌子的全鱼宴。在茶干湖，家家户户过年都要准备的重要主食就是粘豆包。开始蒸豆包就有年味儿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再拉起来，外户外的大冷库多包点，然后直接外边就冻上了。对，家里来亲戚朋友了，对，拿过来一汤省事了，这是。粘豆包用和好的糯米面或者大黄米经过发酵，再包上豆馅儿就成了。哦，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这个新创意，新创意就是包不好豆包就自己瞎创。怎么样？这个我能认识哈。啊、这个创意特别好，还好的，就是包不成这样，我一包就是元宵。多包几个，你那个格外照明这得得香。在中国北方，饺子是节日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，而茶干湖的饺子有些特别，用鱼肉包饺子是这里特别的年俗。火锅馅儿，火锅馅儿包饺子喽！火锅馅儿，包饺子，包饺子喽！傅大哥家的鱼肉饺子要配上青椒和香菜，这是他家饺子的独特配方。钱，我饺子里头搁钱，过年饺子里头都得包钱啊，这是传统哈、啊，谁吃了钱了，谁今年的运气好啊？啊，对。家里人都偏爱青椒和香菜独有的香味儿，再配上茶干湖的鱼肉，就是过年该有的味道了。严格里头，这个钱谁吃着谁走不重运吧。是，那孩儿比你别学习了。多好玩，你能吃着钱吗？你们家一般年年三十都谁能吃着钱呀？我孙子。啊，真的呀？那是你的运气最好，是不是奶奶故意把钱让给你吃了吧？开锅，豆包好了。
年了，爷爷压红包，大孙子。谢谢爷爷奶奶，祝你们身体健康。耶！哦，错生鱼是吧？好好，嗯。快点！哎，夹错生鱼。来。嗯，真香。尝尝这一个馅饺子，来，快，鲜不鲜？香，一个馅饺子。年年有余，过年好。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，国泰民安。在新的一年里，祝愿祖国愈加繁荣昌盛。新年到，鸿运到。神州奋起，祖国繁荣，风光盛就，岁序更新。